二位少侠，请留步。<笑>据我所知啊，二位的实力在三界之内实属首屈一指。<笑>你看今日在此比划来比划去，不分胜负，着实无趣，不是？所以老朽想啊，老朽想邀请二位参加一场赛事，恰巧这场赛事它就需要一男一女共同携手，方能争夺榜上排名。不去。不去。据说呀，会有一副神秘对戒，赠予榜首二人。二位上有一些心结未解，让老朽为你们评判如何？每次比武都留手，谁要他让？他就是上位玉，让他看大夫，就是不听。他能不能先照顾好自己？那也得让人放心啊，他为了陪我练剑才进去换。都说了不是为了他，磨磨唧唧，烦死人了。嘴太硬。心太软。二位互相之间可否有彼此欣赏的地方呢？ 哎，说完了，同上。老朽啊，也为二位备好了英雄帖，恭候二位届时参赛啊。<笑>